王天妹，去文明村去不去啊？文明村呐、啊，50块钱，能不能便宜一点呢？便宜呀、啊，最多便宜到20块，30块，收你30。再便宜一点吧。哎呀，再便宜一点，等下我都亏本了，怎么办？20。20啊？20嘛。行，20就20，反正这里就我一个摩的妹了。刚才你说去哪里呀、啊？文明村呢？都好啊。啊，下车先。干嘛？干嘛加钱？哎、啊，不是，刚才明明说好的，20块钱带我到文明村，你现在怎么能加价呢？加多30，我不理呀、啊！这么坑坑洼洼的路，搞得我这个车啊损耗很大啊。啊，这，你加不加钱？你说好的事情啊，怎么能又半路变卦呢？对不对？我管你，我们这种做黑摸底的，哪里有一个讲诚信的？我再问一次，你到底加不加钱？不加，不加是吧？绝对不加！你个这怎么这么黑的？你不加，我把你丢在这里喂蚊子，等你走个3天3夜都回不了家。我跟你说，反正这附近就我一个摸底车，然后加不加？不加，等下我就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到底加不加钱？美女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啊，像我们这种做摸的，哪里有人敢要啊？是不是？我肯定是单身呐、啊。我可以介绍一个男朋友给你。你确定介绍个男朋友给我？是啊。帅不帅？肯定帅啦。我有没有照片？我给你看一下照片。是吧？那么帅、啊。行，如果你介绍的成的话，我倒贴200块钱给你。那现在还加不加？不加了，倒贴200块给你。是吧？那么靓仔，我一般人都不介绍的。快点吧。那好啊。我弟妹，到了，到了。这里是吗？啊，这里就是我家了。你说的男朋友呢？赶紧叫出来呀、啊！我马上把叫出来啊！啊，哥，哥，出来一下。啊，来了。出来一下，出来一下。什么事？靓仔啊！嗨，帅哥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滚一下。什么事？哎呀，我遇到了黑摩的妹了，就是做过。啊、哦。他在半路加我价，然后、我害怕啊。那最后我问他有没有男朋友，我说我认识有一个，那就把你介绍给他。啊，这样。想办法坑他。我知道了。去吧。哎，靓女你好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。黑鲜花生，黑鲜花生啊，那么好听呢。是啊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弃我？刚刚不嫌弃，这么漂亮怎么会嫌弃呢？刚刚你老弟说把你介绍给我吧。哎，我知道了。那么帅哦，忘了，那个倒贴200块钱给你、啊，差点忘记了哦。瞧，这么多钱啊？是啊，要不帅哥我们加个微信，晚上我约你去烧烤啊。可以，问题不大。拿手机来。看到没有，我叫小梁哦。哦，小梁啊，好不好看啊？我以前是当模特的。漂亮，那走吧，我们就去烧烤啊。现在就去啊？是啊，难道你还白天去怎么去？晚上再去吗？晚上啊，哎呀，我都不喜欢晚上去。你看啊，我这个跟你出去啊，这不搭配啊，这个衣服都皱了，我想换一件呢、啊。不是啊，我觉得这件挺好看的，挺合你身的。不好看。我想看，我看中了一件1000块钱的。1000块钱的，行，钱不是问题，我大把多钱。你帮我买单啊？是啊，我一个干黑摸的，一个月也有2-3千了。那就好。看到没有，那么多钱，我跟你说，你以后跟了我的话，吃喝都不用愁了。啊，这里还有一点呢、啊。哎呀，刚好一点啊。是啊，我还想染个头发呢，我这个头发跟你不搭配呀、啊。那你喜欢什么颜色？哎呀，普通的颜色的话200-300块，但是我喜欢那个颜色，绿色啊，绿色好看一点，要贵一点呢、啊，贵一点，880块啊，没问题，钱是小问题，那哦，看到没有，行了没有，可以走了没有，可以可以，那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去烧烤、那我先走了吧，老弟。不能去啊，不能去啊！怎么不能去？哎呀，快点了，去！要不你到村口那里等我，我要拿点东西啊。去吃小烤，快点！啊，你到村口那里等我，好不好？你确定一定要到那个村口等我哦？我确定。不要骗我！我从来都不骗人的。
行，没问题，我在那边等你啊。好好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开慢点啊。不能去啊，大哥。怎么不能去了？听你说的，人家是富婆啊。你不知道在办公室我被欺负了吗？欺负人家是为了赚钱，你懂不懂？赚钱。我们这种家庭啊，好不容易让我傍上一个富婆，你现在还嫉妒了？这不是嫉妒的问题，他赚的是黑心钱呐、啊。我们家赚要这种钱吗？我听你的意思就是要跟我一起穷下去是吗？我想改变命运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们家穷，也想改变命运，但是不能要他。你要一定要要的话，我叫那个朱老老介绍一个给你，好不好？也是一样富婆的。哎呀，你叫他介绍，他会介绍吗？肯定的啦。哎，找回去啦，这种女人要不得啊，要不得，把微信删了，删删删。你叫他明天介绍过来哦。嗯。闪的，我自己都没有女朋友了，我让他在外面等。